Plan A 咧喺香港開業已經超過50年㗎啦，喺1963年開嘅。咁我哋主要嘅業務咧係賣啲潮流嘅電子產品啦。今次攞到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嘅優質服務組別獎咧，有賴我哋一班前線嘅員工一路以嚟對優質服務嘅堅持，先至能夠得到呢個獎。 咁其實佢哋嘅努力喺度得到認同，我哋非常之開心嘅。咁每一次我哋收到神秘顧客呢個報告嘅時候咧，我哋喺組會度都會去分享每一個同事嘅 performance， 去攞一啲唔好嘅地方去改善，好嘅地方繼續加強。我哋至聖之道咧，係每一位同事都堅持我哋一路以嚟嘅理念，就係每一個客人入到嚟購物之後。 一定要開心咁離開，我哋係好重視同客人長遠嘅關係。公司嘅目標一直都冇變，係不斷超越客人嘅要求，做到最好。當你每一個客人係自己屋企人咁樣看待，咁你就必定會做到一個好好嘅服務。